这个不能拉镜头。王总不是买了个相机吗？他那个有问题。哦，这镜头不能高，但是可以先拍一下。这一趟没有人的时候坐到一块了。没有，你看四二零三这边，哎，看到。我跟他反映，我说让他气两块这个上面都住过来，这样。拉个长一点的，然后你先拍他的，先拍他的那些关键，就比如说上面那个，就是凹边的那个地方，啊，突出的地方，就是细节拍起来之后，然后拍一个整体的一个长的。那是，问题是哪那么好遇呢？因为是二十四，因为是二十四，因为是二十四，因为是二十四。